是主持人默默。台语唔来当广告，台语爱对时代进步。我的台语虽然普普，水开的台语爱摸一摸。台语是咱文化的宝库，咱来给台语 Go Go Go。欢迎你收看今仔日的台语讲世事。坐伫默默的边仔咧，同款是咱的好朋友，李刚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宏辉阿辉老师，你好。默默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诶、阿辉老师，咱今仔吼要来讲这叫做粪扫的回收，吼、你有认真做无？尽量啦，尽量吼。有时啊是咱要分类，结果伊迄个公共场所也无遐侪。分较侪种，互咱藏。对啦，吼，啊是讲咱拢大家拢有这个心啦，吼、但是讲这粪扫的分类咧，其实嘛足侪问题呢，吼。咱赶快一开始咧，叫咱的观众朋友到底来看一段这华语的新闻，看会安怎来翻做台语的哦、喔。环保义工佛心来的，每天都来帮忙做资源回收，英语要帮助弱势老人，不过有可能老半天都是在做白工。有这薄膜嘛？啊，所以因抓一个咧收，因歪收了，因袂好了。因讲因咧整理作业程序也较重哦，真会因就较袂好。还有像这种塑胶餐盒，也就是俗称的薄塑胶，更麻烦。民众分类送到回收厂，恐怕也是无彩钢。这根本就拢无效的物件，无计数，无啥规矩，当落去公所，当落粪扫车。以彰化这家回收厂的价目表来看，纸类两年前一公斤还有4块钱，现在剩下3.2元。一公斤的保利龙也从9块钱降到6块钱。而且薄塑胶保利龙装过食物的纸容器，回收后必须经过挑选、整理、清洗，人力成本太高，多数的回收厂根本不收，最后就当成一般垃圾送进焚化炉。塑胶类对焚化炉来讲，它烧的热太高，其实真的不是很好。塑胶燃烧后排放的氯气会腐蚀焚化炉零件，缩短焚化炉的寿命。环保署除了推出限塑政策，从源头管制之外，也必须想想办法才行。好，来哇，阿辉老师，好，今仔吼，咱的这个李博学长有一点啊无同款的所在，吼，咱也希望讲的一句一句来讲，吼，大家看甲袂安尼回落落，吼，会把你喵，哎，安尼较轻啦，吼，好，来先来看这第一句，吼，这华语我来念就好啊，吼，这因公啊，这环保义工是佛心来的，好，要来帮忙资源回收，好，老师，佛心来的，来，看好心好行啦，哦，不是不心来的安尼，吼。好心好行，哦，老师，这四字的意思就是讲啊，好心咱知影啦，啊，可能好行大家较无听过，就是讲迄行是品行的意思啦。哦，品行，品行，品行，好心好行，好行，行第七条行安尼啦，吼。哎，老师，这个汉字吼，大家拢就熟悉，哦，所以这个时阵袂当念行，好心好行呢，好心好行呢，怪怪哈。好心好行，乖乖。对，你家是行啦，哈。哎，所以讲老师，这个字哈，咱啊，你对我讲的这个行，就是拼行的意思。哦，所以一定是好的，好的拼行。哎嘛，看你安怎读嘛，有用的歹的哦。哦，用歹的，譬如讲，亲像有一句哈，可能是对较无遐老的人，小可较无公平。对，我就是要想你讲这句，就是有人讲。A 人高兴，安尼。A 人高兴吼，安尼对阮 A 人吼，真正是足无礼貌的人吼。所以讲 A 人高 A 人，真正你的这环境也是为阮设计啊，就无这也提袂到，那也提袂到，当然咱来高兴啊吼。所以讲这个是意思是讲迄个一寡想法较侪啊，想法有时啊你会变做讲可能想过想较。坐较复杂，啊，就变作可能有负面安尼啦，哎、哦，啊，所以其实说变作讲，敢那华语讲，哎、欸，心眼多安尼啦，哦，真嗨，袂使安尼讲，哈，哦，再讲这是头一句啦，哈，哎，好心好行，好，来，再来第二句，哦，讲啊，帮忙资源回收，帮忙，嗯，咱即马就是讲，可能咱受华语影响，拢会直接讲帮忙安怎，啊，其实咱是拢讲到安怎，對还是讲加安怎安尼，哎，啊，所以才用到。倒机的是就台语的，是是是，咱倒三工啊，倒卡手啊，拢大家拢就搞倒的，对对对。所以讲，咱今妈妈倒电来，再个继续个倒起来。哎，老师倒够另外一个意思对吧？倒你若讲像都要讲是你个人倒卡手倒三工，但是嘛，当讲是要组合啦，组合哦，先像讲倒起来，嘿，那什么会倒起来？做这物件当倒起来啊。哎，直接嘛，甲大家讲一个，譬如讲咱囡仔咧耍的。茶角啊，茶角啊，茶角啊嘛是
不是用塌的哦、喔。你得看有各种的茶缸啊，有的是会当用倒的啊。倒茶缸啊，是讲塌茶缸啊，拢会使啦哈。好，来过来看这个哈，后一个讲啊，有这個义工的，有可能呢，搞了老半天。咱讲母规半波安尼啦，用母的就对了。用母的对。母这里嘛是咱做台语的，哈，买一个甲大家讲爱 Q 灯来用啦哈。母规半波。老师嘛，人讲规波咧，母规波，拢会使啊。你看要母较久诶，还是母较短？看你是要半波还是要几波？母可怜啊，母两波、三波拢会使哈。反正就是讲用母诶，啊，规半波，规就是全波啦。嘿，全波。你一个是全波意思，毛可能是接近的意思。好，来，过来，继续哈。这华务是讲啊，也有可能啊，这个老半天都在做白工。好，咱讲可怜，我觉得讲法就是怕省，所以讲怕省是无采工。老师，这个怕省，跟咱普通时啊，用的这个怕省，跟咱无啥共款对吧？所以讲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是怕省意思，一个是可怜的意思。种意思我讲头一个意思，你讲第二个意思，我讲啊。我怕省吼，五十岁以后咧，要来交一个男朋友，换你。我怕生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代志。好，大家再个试看嘛咧哈，这都是两种的演化啦哈。好，来，好，咱来看第二句哦哈。第二句的这个华故是安尼讲的啦哈，讲有这种纸质薄膜的，他们不收。老师，哈，他们不收。啊，咱就讲人无爱修安尼就好啊。啊，就人无爱修，人无爱修，爱注意这个人爱变掉哦。袂使讲人无爱修哦，冇可能讲人无爱修，安尼你唔是人哦，大家拢人啊，所以无需要强调人啊。对，所以讲这个时阵，咱得爱甲变调，因为人这里本调是第五调，所以讲看是要变第七调，人无爱修，还是第三调，人无爱修，安尼，这就重要。好，这个整理作业程序比较繁复。好，咱整理当讲款，所以讲要款较了工。款这里嘛是足大句的啦，好，咱过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啦，哈。哇，咱动作爱较紧的哦，哈。好，过来讲啊，伊讲诶，这个哈经费上划不来。好，咱讲生理算无半，安怎算都拢无半。嘿，伊是对算半来的啦，意思讲算袂出来，安尼其实是意思袂好啊。安尼好，过来，因公啊，这个东西是增加困扰，老师增加困扰。好，看你要讲加麻烦呢，加晦气的拢会使。加啥？加啥就对啊啦，加啥？后壁讲这加谈的啦，你咧加讲的啦，你讲啊，这个加生的啦，拢是这个加。好，来，过来看啊。一句哈，伊讲啊，这个没有什么价格。吼，啊，咱就讲卖无几块银，无几块银。啊，嘛有人讲卖无几仙。看你要后边要接啥？是讲主要这个吼，就是动词加无。后边有一挂啥物？看无人，食无米，拢是这块的银块安尼。好，来过来看后边。伊讲啊，这个是装过食物的纸容器。好，咱来当讲。就是用袋啦，袋食物会抓客啊。老师抓客啊，甲鸭啊是有啥物无共？伊只因为是迄种便当客啊，迄种型，所以咱一般会讲迄无挂。那有挂是鸭爸啦。哦，有挂是鸭爸。对，无挂就是客啊。这个用法大家注意啦，哈。好，过来啊，讲啊，这个会被当成一般的垃圾。的尊者笨手。所以是尊做啥，就是动作啥意思啦。尊做笨手，你尊做安怎安怎吼，都有这个演化。好，来过来讲哦，这个塑胶哦，不是塑胶燃烧后塑胶燃烧，小塑胶的灰粉。老师，这黑粉的意思是讲够别种粉哟。黑粉甲粉是差别是多位无同。伊只要强调即个有火行过、烧过了三星的迄个烟的意思，要强调安尼，就是黑粉啦。好，以上就是咱今仔即个新闻的，会当甲大家讨论的一挂例句啦，哈。咱稍等咧，讲过了咧，默默都要甲大家讲啊，讲啊，即个即个粪扫的回收咧，到底有啥物款的问题，咱来注意。
苏爸爸快默默讲，予你知。今仔咱要来讲的，这是粪扫回收的这个议题啦，吼。我相信咱的观众朋友，哇，大家拢会对这个粪扫要安怎回收，拢足认真嘞，对无？吼，这放遮，那放遐，哦，这放遐，吼。讲到咱台湾的这个粪扫回收呢，哦，真正是世界第一名啦，吼。但是咱今仔要甲大家来介绍一寡嘞，可能你唔知影这个粪扫回收的一寡问题哦。咱来看今仔头一张的这个字卡，好。讲咱台湾的粪扫回收呢，真正是世界牛吼！哦，咱的粪扫回收对咱观众朋友来讲呢，是日常生活嘞真日常的这个代志吼。而且咱台湾这个粪扫回收呢，哦，是世界有认证的吼。这个美国的报纸嘞吼，伊伫个2016年的时阵，伊都刊一个报道吼，甲咱台湾乌鲁盖大吉讲咱台湾是虾米呢？虾米款的天才呢？吼是。处理粪扫的世界天才啦吼！哇，这美国人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吼，当然伊是看到一个数字，吼，这个数字是啥呢？吼，咱啊，这个台湾的粪扫回收率是偌尔啊悬哦，诶，较赢这个欧美国家啦，吼，是讲这欧美国家因的人，因遐的人吼咧做这个回收，真正拢吼无认真咧做，无咧做啦，会使讲无咧做。吼，咱台湾这个回收率是安怎呢？吼，为这个1998年啊，吼，咱的这个环保署咧一直咧杀，一直咧杀。推测哈，20吨的结果呢，为1998年哈，5.8%来到今嘛哈，2019年是偌济？敢知？53.26%，你甲看哦，成长偌尼啊济，这当然啦，嘛是爱感谢咱所有的这个人民吼的合作吼。你讲啊，但是这回收率这尼啊高，咱是应该。是爱欢喜，还是讲诶，虾米款的心情呢？吼，你敢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因讲回收率这么啊悬，但是粪扫还阁是伫遐，敢是安尼咧？咱来看后一张的这个字卡。哦，当然咱知影讲啊，要做这个粪扫的回收咧，诶，上大的重点就是啥呢？我们是讲甲收起来就好呢。啊，咱当然是希望讲，该回收了后呢，会当甲做一寡利用啦，吼。啊，到底咱台湾哇，回收率这么啊悬，吼，你敢有去做利用呢？吼，这就真正会当来讨论一下啦，吼。讲啊，为什么咱回收率这么悬？迄粪扫的问题也是未得收煞咧。哦，拄则讲着，咱这个回收率哇，50几%这个粪扫回收率吼，这个数据哇，真正是真好看。但是哦，真侪这环保人士嘛，甲咱提醒啦，吼，讲这是好看尔啦，吼，粪扫也阁是伫遐啦，吼。啊，你讲诶，这个回收率到底是安怎算？本来就真恶算，真恶算。吼，你讲回收的定义是啥？定义就是讲啊，这个粪扫呢，吼，你若讲啊，有所在。好，通收起，安尼就算讲是有回收、有准算的对啊，吼。所以讲，即咱政府咧统计的时阵，就是安尼咧统计。啊，但是讲咧收起了后，敢有好好啊变做即个再生的原料，也是无咧。吼，即都唔知有人咧探讨无，即都唔知影啦，吼。所以讲，那粪扫的问题，也是拢未得收煞。咱过来看后一张的字卡。好，啊，唔知啊，咱的观众朋友知影无？然后，其实你想讲，哦，这粪扫，粪扫哈，但是其实咧，粪扫伊是有一个产业的哦，吼，或者这粪扫处理产业，吼，这个产业呢，吼，当然啦，各个国家拢有啦，吼，安尼最近呢，吼，咱知影讲，这2017年的时阵啊，中国。吼，中国伊是一个世界上咧真大啊，即个粪扫处理国家的对啊。哦，但是伫个迄年咧，中国伊就开始讲，哇，伊无要阁收即个欧美国家送去的即个粪扫，吼，无要收啊。吼，我安尼要安怎？安尼变作是即个世界上的即个粪扫，哦，即个物件吼，到底要去倒呢？所以讲即个粪扫，吼，伊的计数哇，就拉较低啊。吼，意思是讲，咱台湾的一挂即个粪扫处理业者咧，伊会当用较低的计数。就会当去买到外国的粪扫来处理，吼，安尼就会安怎咧？影响到咱台湾的这个回收产业，吼，咧这收粪扫的人，哇，伊这回收的市场的计数就去影响到啦，吼，因为一直接就去买这外国较俗的粪扫就好啊啦，吼，所以讲这会影响到，吼，过来就是讲咱以下就是以这纸类回收来做这个咧，
吼，譬如讲啊，真侪即个回收的厂商，吼，伊个即粪扫收来了后咧，会做一寡即个回收纸等等啦，吼啊，但是咧，有一寡较无好的即个厂商咧，吼，伊就安怎咧？你内面掺一寡毋是纸的物件，哦啊，安尼就会影响到即个品质啦，吼，所以讲对即个产业，吼嘛是有真歹的即个影响就对啊。哦，过来一个就是爱提醒咱的所有观众朋友来注意啦，吼，诶，这是嘛甲纸有关系，或者讲咱普通时啊，食一寡吼，咱去外口买物件倒来食，有这纸杯啊啦，吼，也是讲咧，诶，这个纸盒啊啦，吼，也是讲顶顶啦，吼，即寡便当纸盒，你想讲啊，这都是纸啊，吼，你直接要甲摕去纸遐回收，哦，但是咱有一个观念啦，吼，因为即寡。便当纸啦，或是讲这个纸杯啊，吼，伊为着安怎嘞？卖好这个物件，吼，抹着油、抹着水，都规个澹去，吼，所以讲伊外口呢，吼，够高一层这个敢那塑胶的物件，吼，所以讲这个物件呢，吼，这回收厂商呢，伊摕回去了后嘞，伊其实还佫另外佫处理啦，吼，所以讲这是足了工的物件，然后做这个代志，所以讲这款物件吼，咱你也较等嘞，这个回收纸去桶内面吼，伊嘛是爱个处理就对啊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这个发票吼，咱普通时啊摕这个发票吼，你想讲啊，这应该嘛是纸，你嘛摕去回收，结果歹势，这嘛毋是纸吼。所以讲，这两款物件呢吼，咱大家另外个处理。你若讲等你回收纸内面的吼，可能就会影响到咱的这个回收厂商的因的一挂的这个工就对啊啦吼。好，以上就是甲大家讲一挂咧，咱台湾这个粪扫回收的一挂问题。啊，当然上重点就是安怎咧吼。咱卖制作遐尼多的粪扫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这就是拄只会使甲大家来讨论的，嘿，这个粪扫的回收的一挂问题啦，吼。阿辉老师，所以讲当然，而且回收来回收去，当然咱是希望讲都卖有粪扫就好啊。上好是对源头减量，啊，不然回收半工啊，粪扫嘛是伫遐，伊也无无去啊，然后对无，是不是安尼？好，咱就来看拄只咧某某讲的这个内容内面啊，有啥物历史呢？会当甲大家来讨论介绍一下。好，来老师，这是粪扫，粪扫，主要是这个写法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，大家想象的就是另外两字，就是垃圾，就是华语的垃圾那两个字，那两字，那两字对台语来说是垃圾，是垃圾，粪扫是这两字，那两字是垃圾，大家一定要记的，好，来再来说到这是素雄，素雄，老师，这我们倒较无咧讲，这就是定定的意思嘛，有定定的意思，啊嘛有讲是真平常的意思，譬如讲咱就是讲啊，这是足素雄的代志，对，通常拢是安尼讲，通常啦，这是足素雄的代志，对，来讲来讲这恶，都是讲吼，这个回收率真恶算，就是意思做困难的意思，困难的，做困难意思，这个恶代一定爱改，捡倒来用哈。来，再来看这后一字，讲这是未得收煞。对，老师，这对我来讲就困难的，就恶，就恶了解。因为这个的吼，这个的，我感觉无啥用，无咧用咧。哦，无咧用哦，啊，无你拢会安那讲啊？都未收煞，未得收煞，啊，无啥讲咧。无法度收煞。哦，你嘿，所以这两种无啥讲，有得甲无得的意思无啥讲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是阮来讲，就是讲未收煞，就是确定伊就是未收煞。啊，若无法度收煞，嘿，伊这个未得较强调迄个可能啦，就是迄个有能力无。哈，那有想要安怎，但是伊都无法度安尼。哦，所以是安尼啦，未得收煞，所以就是这款的用法未得收煞。嘿，啊，收煞嘛有另外一种意思，除了是这种被改。嘿，啊，另外一种意思是用在讲迄种西工吼，锵锵锵锵，迄种意思吼，讲咧收煞。嘿，嘛是叫做收煞，嘿嘿嘿，迄是伫迄道的专业的用语啦。啊，不过咱一般是拢讲这个结束，结束。哦，啊，你嘛写晒好收煞。好，来，搁另外一个煞来啊，尊都煞。对，尊都煞，一般咱咧用可能拢是甲讲。啊，迄卖个计较啊，准都刷安尼，啊，卖个讲啊，啊，迄无几块啊，准都刷，刷刷去安尼啦，大部分是安尼啦吼，大家拢就会晓用的，准都刷是讲是安尼写，大家先注意一下啦。好，来看后一张的字卡，啊，甲这无爱滴的物件，即卖就是咧讲这个滴，嘿，对我来讲是滴啦吼，就是无爱滴，就是无爱的意思。哦，这里我会记得以前细汉时阵咧，阿公阿妈定来讲的，你要滴这无？啊，对啊，你要滴这无？是是是，我不爱滴。哎，但起码拢
无咧讲啊，这里都无去啊。是啊是啊，我感觉足心疼的吼、所以讲这个字都是。就是要爱啊，就是要爱，再来看后壁这，这是讲有几种讲法啦，同款的意思。你会当讲比论讲安怎？比论讲安怎？嘛会当讲譬如讲安怎？譬如讲安怎？啊，第三种就是讲譬诶比啦，吼，即摆话做比，第三个是比，比如做安怎？比如安怎？嘿，三种差不多啦，吼，啊，毋过就是有三种讲法会使讲。哦，诶，老师说即个如譬如，诶，迄个如是即个汉字啦，嘿，对对，毋是如果的如呢？哦，毋是毋是，大家都爱注意哈，这就是这三个词，同款的意思，无同款的讲法。嘿，好，过来看讲这是。抓客啊！抓客啊！吼、哦，这我拄只讲袂出来，一直讲，因为这客啊，我较无咧用，我拢讲鸭。吼、哦，对啊，但是无啥讲啦，嘿嘿嘿。讲这鸭是。一般来讲，鸭肉是一定有挂。有挂。啊，客啊，无一定有挂。无挂的吼，作为抓客啊，安尼吼，过来讲这是叫宝来，叫宝来吼，这主要对这三字大家爱注意吼。好，这就是今仔拄只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一挂内容吼。刷落来吼，咱搁来看今仔日的戏出咯。来咱五六届哦，已经倒行千人团信。这我甲看，爱赶紧找到迄查某囡仔，问我清楚，看对方到底有啥物目的。阿无，阿三阿未来就乌有去。这个剧本哦，戏剧的看法啦，虽然有较正，也毋过真有戏吧。好，老师来戏出头一句。恭喜，这是文言音的塔环哈，是一人斗戏，千人团戏，一人斗戏，千人团戏。老师先讲这艺术是啥物？好，斗就是讲的意思啦，斗就是讲，啊，戏是讲假的意思啦，假的代志安尼啦，吼，意思讲一件代志，假的代志，一个人讲，可能是要搁互人感觉是假的，啊，不过若嘿，啊，不过若一千个人拢咧讲同款这个代志时阵，哎。讲故事变真的呢，安尼啦，嘿，这个意思是安尼。这咱人类的弱点，吼，人侪人讲，你就感觉，哎，敢那是真诶，吼。诶，即卖这个世界，吼，即卖这个流传的消息这么侪，吼，所以讲，到底是这应该不是讲看侪人讲啊，少人讲，咱就是爱看，哎，你有事实底下，对啊，敢有啥物证据啊？对啊，吼，啊，咱大家爱晓判断，这是做一个现代人一定爱会啦，吼。所以，搁讲一遍，叫做。一人斗戏，千人团戏。一人斗戏，千人团戏。好，过来看这第二句，哇，这第二句有够长的。其实是口语化的啦，但是这第二句就有戏味的啦，吼，所以讲你一定要好好甲念一下。嘿，伊讲啊，这个剧本戏剧的看法，虽然有较正。要唔过真有戏吧？哎呦喂啊吼！今麦那学生听到遮尔啊水亏的台语，唔知偌欢喜的。是啊是啊。哎，老师，戏剧的团，戏剧咱普通时啊都无咧讲。对啦，这一般是无咧讲，因为戏剧戏吧，这拢戏剧的才有咧讲。对啊吼，咱来面诶电视面头前，咱来做这个戏剧的观众朋友，一定爱 OK。戏剧加戏吧，戏剧诶，伊这戏剧是用团的。嘿，伊这哦当然加话题。跳啦吼，咱讲甲手做敢那手机有无？对，就是讲伊这个戏剧的这种结构啦，吼，伊这个形看起来就是安怎？伊讲有较正，有较正，咱就讲所谓敢那较无味有无？可能伤简单啊，吼，可能较简单。嘿，啊，唔过呢，所谓真有戏吧？意思讲，内容可能可比真有感情，还是讲真有巴滴诶，什么款的诶内容伫咧安尼？对啦，所以安尼叫做戏吧，有戏吧。这个艺术大家应该会当体会，是讲这款的讲法，大家应该甲背起来，吼，戏剧的看法，吼，虽然有较正，哈，不过真有戏吧，吼，哇，这句听起来就好食款，哦，这对囡仔这个戏出会当甲大家来讨论的啦，哈，好啦，时间也够差不多啊，吼，第一只感谢咱的阿辉老师，没事的，咱后回再搁见面哦。